小姐，你在等车吗？我在等你的末班车，我在等你的末班车。不是赚的钱嘞。哦，我知道。是。哦，没有哦，没有。停一秒的。他，哦，他十点都睡觉了啦，他怎么可能会到现在还不回家？那阿姨，你放心。好。没事。对，好，爱你哦。零。好了，我知道。就是有事情吗？没有事情的话可以不要打电话。因为我真的很累，我现在加班到十点，我还加班几点了？去别家店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才不屑赚的钱。不屑赚的钱嘞。小姐，你在等车吗？我在等你的末班车，我在等你的末班车。我想要你的 BB 扣。我说。